我干了20年，从来没出过事儿。安全主管失踪了，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？死了4个人，赵旭东是唯一幸存者。他什么都没干。他能死我都认了，他的赔偿还是我给的。人是我杀的。我市发生一起爆炸案，赵旭东系重大犯罪嫌疑人。他现在处境很危险。我们想帮你。怎么帮？我的事儿我自己扛。这个人有熟练制作火工品技能，十分危险。你们都跟我有啥关系？他从廖岩那儿弄来炸药炸死李毅，接着杀廖岩灭口。没我那500斤炸药，你他妈能做到今天的刑警队长？你他妈就这样干过？我操！放了他！我的命，我说了算。